我觀察全國，今日就真係日日贏硬嘅，係夜晚呢只就日日有隻今日第三邊啦。其實賽前嗰個十四檔，你見到個排位表嗰陣時，即係個心情有冇都涼咗一尖咧？有啲擔心，即係你點都係上一次係一檔，今次十四檔，跟住仲要咩住134磅咁啊？係叫睇過入邊馬就唔算話好多係真係快馬咯。啊，咁啊變咗佢應該就可以，即使就算係破唔到頭都可以跟得到二三位咁樣。咁啊，阿家俊就跑得好啦，係因為佢上一次都好贏，咁佢了解只馬嗰個跑法，咁啊佢今日真係跑得好出色。咁即係馬其實都係今季第一季，即係但其實佢都幾犀利喎，尤其即係對上咗幾場，佢抽到個好嘅檔位，但係今場都可以話係一個好高難度嘅野馬姿態。希望佢一路持續進步啦，因為佢呢場之後上三班嘅，上三班咁啊，啊同埋佢我諗遲啲佢可能可以跑翻長少少都 OK 嘅，但係下一個 start 都應該仲係即係 keep 住係先四，先四先係啊！好，再一次恭喜你全國 thank you。